是可不可以再长得衰一点？故意穿反的。长得衰，故意穿反没必要啊，我觉得没必要。他一局，对啊，第一天这样，他一局，他第二天我那个飞机爆炸，飞机爆炸，所以是一局啊？是表情吗？也不是，我觉得不够拽，不够拽，无所谓啊，拽，不够帅是不是？不够拽，又被改下来要拽哦。因为你现在是走出来啦、啊、我觉得就是你要那种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他妈的要再打下一局那种，那就是来一个表情嘛，是之类的。但这样就太假了，正常出来也不会这样。我想要是要苦瓜脸一点嘛，我觉得开场苦瓜脸就会。苦瓜脸怎么样？你是这样吗？摆臭脸，摆臭脸哦，对，不屑，再不屑一点，你们再鸡巴一点。好像也怪怪的，怪怪的啦，不合理啊。自然，你说你想要 say 他捡到一个东西吗？我记得全家 Seven 有卖那种什么，上面有画财神爷打火机，让他捡到，然后自己找回来。捡到不要，没有没有捡到，不要捡，不要捡到。我现在只是需要你出来之后觉得无所谓，你要跟我无所谓，哼，老子他妈再战。还是要做做看反差，他在里面的时候表情都还很对，但是一走出门就他拍不到里面，他拍不到里面。没有，我是说他不会。他看起来有点有坏的情况，在门里面，在过这个。他要穿了两万元，他出这个还不会。对。哦。这样子就算假也没关系，因为你是在故意玩的。你的无所谓表情做一下。没有。怎么样做？那就转转转。什么叫拽的表情？要抽一点，就是那种超的，对。抽一点。不屑，不屑，不屑，吐痰，吐痰，好像没什么，对吧？吐痰好吗？会，没什么张力。我觉得吐痰好像不太好。我觉得吐痰不会有什么。对，吐痰不太好，还是不耐烦那种。不会好像就这样，有点眉头跟嘴巴有点。看吐很准，我刚瞄这个正中间，好没准。我在想到，如果触到他，他们两个脚就毁掉。而且我是做的动作，不然就另外做了。再也没有技术的东西。我觉得就另外做好了。另外做了。做怎么做？到别做，就其他地方再开始。做别的动作。哦。这边就这样了。对啊，这边就这样好了。还是我打哈欠出来的。然后你还在那跟我。打哈欠可以，伸懒腰打哈欠。打哈欠没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没事？没有，打哈欠整理头发。对啊，打哈欠整理头发。要啊，自己来好了，先不用套了。好，阿莫，我喊得上你那个，你有跟安迪说要化妆吗？有，女生化妆有没有？